来把这洛克萨斯之手。厂商要是跑路了怎么办？跑路我给你发。那有厂商漏发了，以前有的他没给你发的，我给你发，行不行？我还能差你这点钱呢，太瞧不起人了。这么点钱，那厂商就跑路了啊？就这么点钱，你别说2000，就20万，我们直播间发奖啊，那厂商也发得起，有点太瞧不起人了。怎么的？西游网鱼帝天天送飞机火箭的选手，那都一送五六个的，还差你这2000吗？我将死战不休。你要是跑路，那你就报警，把我抓起来，做诈骗，不就完了吗？现在别叭叭了，别在这杠了，这杠我能给你穿。熬回来吧你！死在我手里吧！懦弱之君，我绝不信！我要杀人了啊！对不起，拉回来喂，圈光，你跑一台，减速一换一，借光不亏。他跟我秦王要柱，为什么不带重印碟征服者？那我带致命节奏碟征服者不一样的吗？致命节奏还比重印攻速高呢。你往我这儿跑啊？那能扎死吗？这还别晃了，晃啥呀？你给我扎死他！这要打不死，兄弟，我太难受了啊！这要打不死，好，没有鞋，我臭！哎呀，亏死我了！直接拉回来，直接打。他没有多少伤害。由于前六级都不行事儿，也就一点点区区吧。他只要不能秒我就没事。A 接减速，外圈发接平 A， 一转拉接平 A， 血怒触发接平 A， 减速接平 A， 换掉打下边就不让吃，瞎当就瞎当，瞎当才发生。谢谢香蕉 boy， 谢谢香蕉。怎么的？我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是吧？还敢回到草？回来吧你！我减速，剑平 A， 剑平，我一个劈！即将崛起！哎，漂亮！我这等你大招没，你再等等吧。我喂圈光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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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先走啊！拉过来，喂圈光，减速一个劈接平 A。
位，我一个龙位圈光。还可以刷，快走快走，这打不过。保持警惕。有炸，他知道我在里边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有眼吗？难道不应该？我解锁外圈光，他没有鱿鱼丝儿，他旁边没事啊。就这么一个鱿鱼丝儿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是一直单带还是去过下路？站撸呗，这螳螂啊，我给你们报仇，看好了，就你们要螳啊，石头人呢？等一会儿，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是打人是真疼啊。伤害那么高吗？我操！哎呦，他有大呀！失败了。哎，这莫嘎拉是真他妈烦，我也没看见他出 Q 啊。给我了吧！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这死亡之舞给谁出？最能拉着我呀！这鱿鱼有点装备了吧？啊！啊，有点装备了吧？你凭什么这么装备？给我刷 buff！
光都给我死了。鱿鱼，我又找你来了，给我了吧，给我了，给我，给我了吧，你他妈跑来，我喂全国，我减速。还有一个呢，是小小哲力喜欢翻滚 A 级减速，喂圈光，我一个 P 级减速，喂圈光，拿下直接一波五十，螳螂来了，这我可不敢待啊。飞，喜欢飞。莫干拉，我一个屁！我抽了这莫干拉，我最讨厌莫干拉了。上哪去？嗯？来来来来来，喜欢回头。我加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，你能跑过我？鱿鱼是吧？啊，鱿鱼，我最讨厌鱿鱼，就是鱿鱼丝儿。我把这莫干拉给我杀了，我吃不了，没事。哎呦，什么玩意儿了？我马上飞门飞过来，飞呀，小鸡儿！没用，哎，你减速一个屁，这鱿鱼是吧？来莫干拉喜欢抠。拉断。莫干拉，莫干拉喜欢抠，走呗，减速，外圈光，莫干拉什么啊？莫干拉，来我们大楼，来是好，泽利又赛跑。还他妈打蓝，那给你厉害，把蓝拿过来，还敢打蓝？你给我回来，鱿鱼！我一个劈，我就劈这鱿鱼。我让你跑，你还飞不？让你早不飞，你早点飞还能有这事了吗？不早点飞，还要装飞。我拉回来 ，A 姐减速一个劈，没劈死，差一内内。
天起跑，快跑，兄弟们，救救！漂亮。不用了，我的队友就可以把你们拿下。一并抽成功。